师兄，那年你我相谈一夜，然后决意加入武士会，就是在这里吧。这一眨眼，就是一辈子。你我如果异地而处，我也必定会杀了你。 不会有半点犹豫。这世界规则我能知，而你能行，自其免之。愿你我所做之事，不只是如影如现。 师座，来了个江湖人，说定要跟师座见一面。他说，他是来杀人的。不多，见过生死，便只是杀招。好大的胆子，敢到我二十九军来杀人。我来，是来给将军送三样礼物。什么礼物？ 将军，请移步军营后方。五人练气，是为了调呼吸。这呼吸影响力道与速度，一呼一吸间。 便是生死，这闭气之法，想不到还有人使得。嗯，哎，老人说这鲶鱼可以长到一丈长，中前脊，那是成了精的。 夜里会上岸吃人，如果逮住这鱼，把它杀了吃，会使人目情神明，夜间可视达百里。老牛死前几天会通灵，常常会回到自己耕种的田里，回想他的一生。此时用快刀把它宰了，老牛还没反应过来就死了，这样他的精气就不会散去，全在这肉里。吃了这肉。 会使人身强体健，再也不会有疲累的感觉。今天大象巧获了两种食材，熬成了一锅羹，我请大家吃。哎，哎，我听说这牛肉和鲶鱼组在一起是剧毒，你这分量可以毒死一连的人了吧？
谁？你又是谁？是咱承蒙先生出手相助，才使我们逃避了一场大祸。敢问先生，你是谁？江湖草莽，犹如将军倾听。先生是怎么知道那个厨子是个细作？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告诉我的。没有想到先生的第一件礼物便是如此大礼。那你要给我的另外两件礼物是什继承武士会这十年，武林去，门派合，促使南拳北传，集众人之力，弘扬国术，故我国人之根本。好功绩呀！可惜人死灯灭，群龙无首啊！当务之急是要推选一位新的会长来主持大局。会长尸骨未寒，不想着报仇，只是想着会长的位置，还要脸面吗？事情要分个先后，更何况杀人者是个鬼，已经死了20多年了吗？陈远山，已故会长何长川之师兄，当年武士会之翘楚，号称北方无敌，20年前被枪毙，头颅挂在奉天城楼之上，装神弄鬼。如果你们办不了此事，那我来。武士会乃武者的旗帜，我们要励精图治，继续把何老爷子的路走下去。一味的寻仇，那和街头斗殴的青皮有什么区别啊？什么青皮？罗桂堂，你一直反对复仇，你是何居心？
你说什么？我知道，当年你与陈远山私下交好，这何老爷子是怎么死的？还真得好好查查。莫三，你此番是想借复仇来壮大你的声势？你要想当会长，先要问过我。如果要报仇，那我来。开玩笑！敢问莫三先生，我爹遇害到今日已经多少天了？你们若真心为我爹报仇，直接去便是了。凡事都得讲个规矩。去复仇者，那是代表武士会的脸面，岂能儿戏？偌大个武士会，为会长报仇，还互相推诿，令人心寒。是谁？来者何意？站住！武士会岂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之地？你是谁？杨念。真田さんは朝鮮から帰ったばかりで、そんなん疲れて果てるとこをお邪魔して、本当に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帝国に力を尽くすだけだ。とはいえ、真田さんには異国も早く解決してほしいことがある。武士会のことか。はい、そうですね。中国人は大体弱い。強い人を集分すれば我らにとってもっと有利です。この件はハイドレを覆すよりもっと重要です。軍部はそう思います。うん、分かった。じゃあお邪魔して申し訳ない。お先に失礼します。
那个罗贵堂今天如此的针对，你怎么看？这是这个月的信。那个人什么来头？民国七年万国赛武会的第三天，从南方来了一个人，要挑战贺老爷子。众人阻拦。 为什么回来？十年之约。十年之约，又如何呀？何老爷子已经走了，便于武士会再无干系了。我记得当年，你的剑很快，剑不离身，才是剑客。这年头。 是不是剑客已经不重要了？你要去哪里？我去哪儿？有人比你更关心。 杨大哥，吃饭还握着病人。自从学道开始，这只手只未回头，再未碰过其他俗物。杨大哥豪情重义，千里赶来祭拜。请问，你是我父亲旧时？ 相知就是朋友，何必言有交情？我有一事，求于杨大哥，请杨大哥为我父报仇。 武士会高手如林，我只是一个不入流的江湖武人，何必求我？他们皆心怀贪念。
报仇只是一个借口，怎么能指望？何况我爹是武士会会长，功夫如何不用多言。陈远山能将我父亲杀害，武士会谁还能赢得了他？那我若是不答应，深仇如海，我若是能看得清，便不必依赖他人。看来武士会是真的。杨大哥，三年前我爹把此物交给我，说是陈远山最想要的东西，请杨大哥帮我看一眼。我爹说，此物关系重大，上至动摇国家之命运，下至左右一门一姓之兴亡。这是什么？只要能够引出陈远山就行。是什么？不重要。请杨大哥代我保管。何姑娘，报仇之事，我敬你二位。杨念，你私闯武士会，那天在吊唁，所以没拦着你。今天，你可得给个说法。这是我的客人，就是武士会的客人。何大小姐。之前你这话没问题，可是现在你父亲不在，你说这话可得讲究讲究，传出去。是谁？
师傅，事办好了。人送走了。嗯。师傅。师傅，昨日走得很安详，中午还吃了三大碗饭，只是睡下后就再也没起来过。诸位，告辞。真的是祸不单行啊！这何老会长尸骨未寒，这罗师傅又撒手人寰了。哎呀，这顶梁柱一个一个的走了，以后我们武士会该怎么办？堂下来了日本人，说要吊唁何会长。日本人。日本人来我们武士会干什么？我们跟日本人没有打过什么交道。善者不来。请莫三先生主持大局。你是谁？鄙人是黑龙会在华理事真田唯景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吊唁何会长的。武士会不欢迎日本人。何先生与我们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朋友。笑话，我们会长怎么会和日本人交朋友呢？想不到何先生不在了，你们武士会就没有了容他人之心。啊，我还有一件事。20年前，你们中有一个人击败了我们黑龙会的师范刘生一则，我知道此人并没有死，我想找到此人，领教一下高招。没有这个人，武士会岂是谁都可以挑战的？更何况是曾经的手下败将。谁愿上前，我再次领教。等一下，那就让我来领教一下你的功夫。
谢指教。やはり武士会には達人まだいる。谢谢杨大哥为武士会解围。你是谁啊？你好，我叫孙延英，我是为了如影如想来的。你也知道如影如想啊？光绪十六年，苏州地牢关了一个栾衣卫，此人来历不知，最后死在了狱中，身边留下了一本破残笔记。而这本笔记当时有三个人看过，第一个是王贤的看守，第二个是一个盗马贼，第三个是一个下狱军人。然后呢？后来三个人，一个人参加了义和团，死在了八国联军枪下，还有一个去了南方，死在了武昌起义，最后一个下落不明。之后不知如何，这本笔记落到了武士会的手里，我想应该是盗马贼那支流传出来的。这和如影如想有什么关系？据盗马贼说，看了这本笔记可以击鸟追猿，刀劈磐石。那这么说，这如影如想是一部刀法喽？你打开一看不就知道了吗？他人存放我手之物，我无权翻阅。你为什么和我说这些？我也想杀陈远山。即便这如影如想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，我也不感兴趣。杀陈远山我靠我自己的功夫。好，说得好，男儿应该有此傲气。只是想不到陈远山拼命保护的如影如想，才过了20年也没有人在乎了。少し甘いついたことがある。家中さんが死んでも武士会にはまだ何人かが潜伏している。三倍たちが彼らをそこまで暴かたのは分からない、わけもない。
もっと追い詰め、武士会の奴らはきっと動く。跟着我。
就别管我，生死之间莫做他想。いつもここにかけている。戦争に勝つたびに自信が積んで何でも勝てるように思ってきた。この戦意高揚の戦心は天の陛下から大日本の国民まで浸透し、さらに我が山田民族の魂に何たわけだ。しかし満ちれば欠ける、それは万物の規律なので、大日本帝国は自身だけで戦争に勝てるわけがない。今夜の武士たちはみんな大日本帝国に身を捧げる英雄だ。この時代に生きる限り男はな、その優に人生を終わらせるのだ。交出如影如响。你我高下未分，今日分高下，决生死。你这把袖头还能用？这把刀依然想证明它的价值。陈远山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十日后，城外二十里有处荒野，我在那儿等你。昔日，就是没有那么一个人敢站前一步，才让日寇如此猖獗，侵占我东北国土。现在还有谁想着这四十年的家国，三千里的河山呢？将军为何不自己亲自打上前线？怎么打？这些年风雨飘摇，我军寄人篱下，军费无着，无谢无饷，我的兄弟们衣衫褴褛，形同乞丐。哼，怎么打？将军若有枪有弹又将如何？我西北军
个个都是断头之士，绝无怕死鼠辈。将军，这是我给您的第二份礼物。这是什么？如影如响。现在上阵需要的是机枪大炮，刀法有什么用啊？杀人的不是枪炮子弹，更不是武功，是人心。死了那么多兄弟，这个仇你们怎么看？这日本人他不好对付呀。就是嘛，武士会的名头比天大。日本人怎么了？要杀！给你们三天时间准备，三天后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黑龙会给掀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武士不能被滥杀，还不是时候，还不是时候。日本人要真想灭了武士会，会来那么点人吗？他们只是想挑起事端。我不管他们什么事端，我死了的兄弟本来就白死了。那你们又能怎么样？团了黑龙会，你们能把日本人都赶出去吗？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。告辞。我能把你支持上位，也能把你压下来。好生想想，我要以小是大。什么是小？什么是大？小姐，杨念真能为老爷报仇吗？此番来
向师兄借一物。借什么？你的头颅。我已经和北方各门派谈完了，他们都会支持我为下一任武士会会长。好事儿，我只差最后一步了。当年刘胜一则只是日本人给了压力，大帅对我承诺，只要你向上头颅，便可提供我所需的一切。我需要当权者的支持。我会杀一个与你相貌相近的人交差，这是从此以后世界再无陈元山了。我一个人不重要，这些年不断的变天，龙旗、铁血旗、五色旗不断的换，我不知道武士会还能走多远。这个你或许用得上，这是希望你我所做的这一切不只是如影如响。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没看过，you
为何布下杀招？天不欲武学昌盛，叫我晚生20年，或叫你早生20年。为什么杀何长川？你是武士会的人，却杀了武士会的会长，难道你有什么苦衷？只有你说我还是武士会的人。武功来源于战场上的杀人技，流传至今是因为人仍然还在杀人，但是现在有了更好的杀人方法，整个武学都要没落了，谁也不能幸免。我会给你名声，但我有两事未了。什么事？第一件，我要杀一个叛徒，他乔装成厨子逃脱了，我还不知其下落。那第二件呢？闯黑龙会，杀真田为景。出来吧。你有看人睡觉的嗜好吗？接下来武士会那边如何处置？让他们去吧。不怕引起冲突？这样一来，我才有借口处理掉武士会。杨念与陈远山那边如何处理？需要我派人去把陈远山杀掉吗？有话对我说。对不住啊，杨大哥，我不仅什么都做不了，还拖累了你。杨大哥，大恩不言谢，但事了之后，你的恩情若难一并报。你为什么就这么相信我还能杀得了陈远山？我相信我和你的父亲并非是朋友，我杀陈远山也并不是为了你父亲报仇。汤泉横刀，在这世上我是被一会使的人，活了这些年
为的就是把这套功夫发扬光大。我没钱，更不会经营，我只会回头。所以，我只能去挑战你的父亲。只要能打赢武士会会长，并足以证明我的功夫。今天你能赢我，但是今天我不能把名声给你。现在世界大乱，武功式微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老祖宗的东西了。我刚继任武士会会长，我要用武士会向天下证明武学的价值，振起千载国粹。你做这事需要多久？十年。等你十年，十年之后再来找你。多谢成全。又是你，我来为你送个行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有没有听说过中央调查科？说白了，我是被派来控制武士会的。就凭你？武士会明面上是以武救国的武术协会，实际上一直在做着暗杀的活动。从八国联军杀洋人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自古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。韩非子里说，扰乱社会秩序的武度，其中就有待见证。如今已经实行共和20个年头了，依法治世，怎么还能容下这些有理法理之外的待见者？
更何况武士会这种势力，有些东西历经岁月可以永续长存，有些东西只能停留在历史之中。以后将是飞机大炮的时代，武学早应该被淘汰了。包括你的藤卷和刀，你想试试？这就是现实。为什么和我说这些？我只是觉得你有意思。你想把我当成一颗棋子？这世上又有谁不是棋子呢？就我们的人全到了，不见其他人。孙莹莹呢？杀！是。今度こそあいつに会ってみたいな。师兄，那个日本人太猖狂了，武士会
若再不出面，恐怕事情会进一步恶化。现在世事一日千里，老祖宗研究了几百年的东西，在西洋的枪炮前，好像突然没有用了。江湖武行还端着架子，把绝技藏着掖着，变成了一个买卖。如今，一个异族人，一人一刀，在我们的国土上圈地为界，却无人能阻挡。我们再不挺身而出，以身正道，武学怕就没了。我去把他杀了。那日本人是黑龙会的第一高手，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杀了他，挑起事端，不但日本人会追杀你，张大帅也会追杀你。但是师兄，杀一个人和顶起一个门户，哪个难，哪个容易？当然是杀人容易。好，那我就去做容易的事，难的事就留给你了。师兄，这把刀名为鬼丸安切，你能被此刀斩杀，是你的修为所赐。你的刀叫什么？这是什么刀？好刀不需要名字。真田様、武士会の人はすでに来てます。ご指示を。武士としてやさらに敗北を味わわせろ。はい。你们去那边。是是。
我来拿起卡库瓦斯的尼亚吉马的，后来拿西口托马孙的。中国にもゾロがいる。しかし、この季節は北へ飛んで行くのだ。そこのゾロは流暢だ。どこへも行かず。そういうとこは君とそこりだ。この数年、君がずっとそばにいてくれて、どんなに辛くても何の文句がなかった。しかし、これ以上、君をそんな危ない生活を送らせ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。私はもう手配した。君が今夜、船に乗ってくれ。一日早く、ふるさとに帰ればよ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世話になった。
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好计谋。转过来，我不杀背对我的人。喝茶的过程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。日本的茶道讲究和尽亲近，放进自己，敬畏对手，这也一直都是我们的品德标准。但是放到国家却不一样，我们两国在过去的50年来是很相像的，都是被西方人用洋枪利炮炸开了国门，才猛然发现自己已经远远地落后于这个时代。你们幅员辽阔，有着无尽自身资源，也就有着退路，而我们没有。所以我的国家是在求生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强存弱汰，这是自然法则。人是这样，国家是这样，你们武士会也是这样。武士会还能存在多久，不是由你们说了算。当年何长川来找我合作的时候，你也说过这样的话。何长川，对错都是后人的评价。一个武士，总有应该坚持的东西，为此付出一切，这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事情。其实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武士了。这把刀叫鬼门安切，20年前曾经断过，重铸之后再未斩杀过人。
借问东方在哪里？在你右边。阿里卡多。要杀真田，是为了何长川吗？武士会本是一个策略，却变成一个门派，又为其本意了。本意？枪炮或许可以代替武学，却代替不了武者。武士会创立之意正是如此。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把这件事做完，希望有人能把这条路走下去。愿我们所做的事不只是如影如响。随我来。为什么要回到这里？我说过要给你名声。我去为你澄清。哎，不必。为什么你杀何长川是因为他投日？此事一旦被揭发，武士会就会失去公信之力，必将大乱，不可收拾啊！现在的武士会已经腐朽不堪。武士会是天下无人的脸面，只要他还在，就还会有武者。陛下陈远山，请诸位指教。
擅用通背拳，请赐教。 我想请教你的唐拳横刀。英年，我以我的毕生武学会你，请赐教。
这个陈远山还当真了得呀！一个鬼做了一个人的事，仅此而已。那个杨念怎么处置？让他走吧。他身上有真的如影如响，孙掌柜，你不要了？如影如响，和这个名字一样。 本来就没有任何意义。孙掌柜要去哪里？昨天日本关东军占领了北大营，要开战了。那武士会怎么办？ 江湖深远，壮士如斯。武士会情况怎么样了？2年前，被国术馆取缔了，如名字一样，今后只有国术，没有武士了。那你做如何打算？将军，您呢？ 我终将要上前线杀敌。
履行军人职责，据庙堂之告，你身怀绝技，理当投军报国。你要不要参加我们？以国术强健明体，壮气胆魄，肃气惊魂。 我是武者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，主，江湖之愿。将军，送你第三份礼物。什么？大概如意书香。将军，请看。 这才是真正的如影如像。前辈们，创立武士会之初，一方面是为了弘扬国术，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共和，培养刺客。 选下百余名武士，签下生死状，立威死士，藏于武士会，称之为如影如响。你为什么要把他们交给我？曾经，一个武士要苦练数十寒暑。 能成遗迹，或成诗，或成名，这样的时代已经没有了。但是，仍想证明他们的价值。在下如影如响，愿听将军吩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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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下如影如响。